家，我想要来煮奶茶，因为我明天要去野餐，装起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，明天早上再煮珍珠。那珍珠奶茶要把它封起来，出门。珍珠奶茶，我要吃到了，完蛋了。거리 두기를 반드시 지켜주시기 바랍니다. 樱花，可以发给我。欸、不好意思，这是这个布拍起来。希望他，我还没喝，我还留在那个奶茶的阴影里。然后后来就说，就是我就吐槽说。